迎收看《活假青春各位》。你不知道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上市公司啊！上市？真的吗？你们有事吗？还有你五十多。哎、欸，那个门可以开大点。啊，有声音啊！有呀，香味有了。我觉得这一碟如果外面要卖的话，可能要卖39块。39啊！红薯西米露。嗯。哇天！好吃。